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，这一天一直在打扫卫生，特别特别的累。早餐就喝一杯奶昔吧，冲好了，干杯。家里现在一片狼藉，都是小朋友的玩具，准备收拾一下。把衣服折一下。出门了，现在在幼儿园门口等着接孩子放学。放学吗？今天晚上不在家吃了，出来吃点。我点了一个牛肉刀削面，还点了一个孜然牛肉盖饭。做好了。这么一大碗，10块钱，盖饭也好了，开吃啦！你看我那样子把这个鱼丸快吃完，我给你买个大的。嗯，再一次吃完了。